家好，这里是三观聊鱼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新最好玩的娱乐新闻和八卦资讯。文三观聊鱼微博之夜是娱乐圈每年年底的一场盛典，几乎圈内很多明星都会到场。目前曝光的明星有李易峰、杨幂、TFBOYS、朱一龙、秦岚、聂远等等。不过有网友表示，明星之间的一场征集斗艳又要开始了，随着盛典的来临，微博之夜嘉宾海报和祝福视频也相继曝光。其中周星驰的出现最引人注意，在众多海报中唯独周星驰的海报是背影照，而他的背影照最独特。网友表示，不愧是星爷啊，其实星爷的背影照是有原因的。背影照是星爷为新喜剧之王拍摄的一个海报电影作为贺岁的，也是让观众期待不已。星爷作为很多人的偶像，他用自己无厘头的笑量吸引了很多观众，此次星爷能在微博之夜上场也是引起网友轰动。果然星爷出马一个顶俩的。其实周星驰并不是第一次出席微博之夜，在之前的微博之夜盛典中，因周星驰而引起服务器瘫痪，不得不佩服周星驰的流量啊。除了星爷之外，更有一大波高颜值呆萌可爱、男友力 MAX 的宝藏男星，李易峰的帅气、朱一龙的精致、吴磊的少年感、 TFBOYS 的合体、余文乐的痞帅。您最期待哪位爱豆？欢迎留言分享，感谢您浏览小编分享的娱乐资讯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订阅哦。此文章为三观聊鱼原创，特此声明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可联系删除。